说杨玉两个词是一样的，双在一块两个方方，这当中仅有杨柳，所以说下面的后面的词一般上下。当然这些后面的词呢是1960年修整体的游览名单，就是从四川籍的来参赛团才宣布而成的。那么今天刚开始他在凤尾池会围到楼上的景风光，那是非常漂亮的。
这里，大家看看现在整体的风光。如果您在收看电视的时候，广西电视台的片头